你们从那以后就没啥联系了？没了。这也好，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吧。我想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。来，我把他微信给你。好啊，发了。哎，你怎么有他微信的？他是我媳妇儿。他他是你什么？余秋萍，是我媳妇儿。那你叫李志敏呢，老师？手机微信可真方便。不过有些人我也不认识他，他就胡加我，真有意思。快递了，老家伙，谁呀？又喝上了。客人，你看看认不认识？什么客人不认识？你好好看，好好看看，我也不认识。你怎么就扯别的呢？你行，这会儿我让你好好认识认识他。来，穿上，戴上，余秋萍，好好看看他是谁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见到你心就慌张，风吹着修长的头。认出来了，他余秋萍啊！完了，情人还见面了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不出国了吗？啊，是。你啥时候回来的？哎呀妈呀！这不刚回来就住在你这个出租房了吗？啊，什么？跟我联系那个赛莲就是你？哎呀妈，赛莲，你可真赛莲啊！这人可老赛莲了。他刚才说了，他是你老师，你那个戏都是他教出来的。他是谁老师？他是管道具的。哎，我也上过台吧？对，上过台。嗯，有一回小鹿酱拉肚子了，让你替一场，结果你一上场一紧张，把所有的词儿全给忘了。那我下台不就想起来了吗？你行了吗？你还那个样，你瞅你。哎，老爷，哎，他还说了，你俩是初恋的情人。去，别瞎说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俩青春年少，青梅竹马，郎才女貌，没白天没黑夜的排呀。时间久了，我们就你明白吧？我明白什么？谁是你初恋情人呢？你咋跟他瞎掰扯呀？啊！我不和门缝里给你塞过一封信吗？啊，那封信是你塞的？你看了没看？扔了。烦人。我明白了，我这是单相思啊！我这是。看到没？他暗恋我，跟我有啥关系？小心眼儿，你。还我小心眼儿，毛克，我跟你说，你暗恋他，他暗恋的是我。就李志敏这个头，这形象，这气质，能让那么好的余秋萍掉到你那个狼圈里去？哎呦，这么说是我掉他那狼圈里了呗？快来快来，这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来来来。哎，这是我老伴赛琳娜。赛琳娜，欢迎你。这就是我常跟你说那个余秋萍。哎呦，老姐姐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迈克尔经常提起你。是吗？欢迎你们回来旅游啊。旅啥游啊？这次回来呀，我们就不走了啊。这么多年呢，我们在国外真的是非常孤独，只有回到家才能找到幸福的感觉呀。这就叫落叶归根呐。好，欢迎你回家。好，那什么，你们俩好好歇着，明天我跟老伴领着你们搁沈阳各地转一转。对，好。老年剧社等着我们排练去，咱先去那儿，晚上再聊啊。好，你们先去吧，快去吧。哎呀，老李，这服装里整这个玩意儿干啥？你不是，哎，你别扔。哎呦，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呀、啊、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二十
21。这么说你还想着跳皮筋儿？试试呗。试试就试试。老李、啊、来帮咱撑着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再立呢，开始吗？好，预备开始。